家好，我是苗哈，我们回来我们的新之卡比探索发现，烦死了！我真的很喜欢叫它卡比之星，哎，它是新之卡比探索发现，好不好？好啦，那我们的进度已经落后了，这是不意外的事情，因为毕竟我们的频道有连载蛮多东西的，所以只想看卡比之星的朋友们，只能跟你说抱歉，我们这个频道真的会连载的比较慢。那也请大家记得不要捏我剧情的部分，那也欢迎去看一下其他的影片，也是可以看一下了，拜托你看一下了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第三关滚石道路吧，通过关卡拯救四只，然后三个隐藏的，不知道这一次能不能又一次搞定呢？好像目前没看到什么东西，把你吃掉。嘟噜嘟噜，我觉得它应该。不行，好像有点难讲。我刚刚正想说，他们应该不可能在开头藏东西吧？可是好像有马里奥的系列，他确实是会在开头藏东西的。哦，这只好可爱哦，它是可以吃的吗？看起来好像不是很好吃呢。我们要怎么吃它呢？它真的可以吃吗？不行哎，它不能吃哎。所以我们就只能这样略过吗？他应该不会爬楼梯吧？他如果爬楼梯，我会吓哭哦。他到底能不能吃啊？还是可是前面那个看起来好像可以吃，这个，呼呼呼，有了有了，这只可以吃。那我要回去射他一下，我是说回去打他一下。有吗？哦，它好像变浅了，右上角有增加东西。OK， 所以这只是打得死的。好，那我们就可以安心去应付前面那只。提石头，应该不会掉下去吧？这个地方看起来很可疑哦，结果一点可疑都没有。大浅浅，哇，它这里其实有防衰弱。这是狗狗吗？好可爱哦。好像在玩枪战游戏哦，不是，他完全没有反抗哎，完蛋了，我先把他打掉了。如果以马里奥的系列来说，通常是不这个不打掉，上面还跳起来还会有东西。希望不要这么血尿给我猜到，我会哭给你看。对，他那个箱子是要干嘛的？他为什么要在那里摆一个箱子？我现在疑心病超重的哦，因为真的你知道吧？以往在这种地方通常放一个箱子，应该是为了让你跳高。希望他不会真的有被我猜到，我希望我没猜到。往右走，我偏偏要往上。啊，我现在在想那箱子的事情。哦，这里没东西了，有一根 banana。banana。banana。他好像不是被我用扁了。这要怎么用掉它啊？我知道，这样好了，我不知道了。所以它是一个只是一个踩脚的点而已吗？哇，我是不是又把我们踩脚的点给用掉了？啊！我被掉了！哇哇哇哇，有一点微哦，好哎。哇，那个地方感觉是不是真的要用它来踩啊？还是我们要踩在怪物身上？可恶！这东西是打得动吗？它有一个 timing 计时器，所以说不定是要用那个计时器吧？感觉是新东西啊，这里好恐怖啊！累积射击。长按 B， 哦，可以这样哦。哦，哦，救到一只了。所以它可以长按，然后集气。咦，笑。
哦，它景真的好美哦，它这个的石头看起来好恐怖。啊，扁掉了，一不做二不休，我冲。有亮亮的东西，只是更多的钱钱。好哦，它算也算是帮我们引路了。你这颗大大的过去，我是说大大的石头。啊啊！我要吃钱，我就贪。啊啊啊！好像其实也还好。我刚到底为什么会被踩到？哎，隐藏的路吗？还是这只是普通的路呢？有了，我们有那个食物补血了。哦，其实我也有那个 Amiibo 卡可以补。啊，不是啊，我要按 B 吗 ？B， 我是不能站在上面了。真的耶，可爱的摇晃，我们的扭蛋一颗。喂，哎。哦，那这样感觉他这个感觉会要高空射击个什么东东哎。哔哩哔哩，哇，我的血竟然没补满，输定啦！那这里可以射什么？烂炮兵，好想转视角、哦，冲啊！哈！哎、欸，我们这里的花开过，我来过这吗？我总觉得我刚刚从右边来的。好紧张哦！啊，西部牛仔啊！喂喂喂！哦，上面有东东。我要怎么往上？哦，这样的。哦，还有一条路，我还在想说它怎么，应该是这个是支线吧，不会到下一关吧？踢石头，踢石头，穷到只能用石头。哇、哦哦，太可爱了吧！那、啊、如果有计时的话，我会超紧张。马卡龙，哎，咖喱咖喱钢冰，哎、欸，不是没了。因为不是，他某方面来说也是计时哎，我没有来得及把左右两边射完啊！再一次，可以再一次吗？哦，他的隐藏成就一定有这个，摸一盖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拜托啦，可以耶！紧张的啦，竟然是阿哇阿哇，他所以他不是隐藏成就哎、欸，拯救阿哇阿哇，好可怜哦，竟然还要用射击来去拿到他。哎、欸，我现在发现他的背景好美哦，他的背景是那种这个大楼的水泥墙崩坏，然后还有那个外露的钢筋骨架的感觉，哦，好漂亮哦，用这个当那个射击墙的感觉，再偷转一下，还真的有一块。这个时代钱到底要干嘛用啊？哎、欸，你不怎么重生了？他是被我射下去了吗？拍谁啦？我不是故意的。这个位置怎么那么微妙？所以他是可以站的吧？我够瘦，可以可以，我很瘦。我们还是拿着枪枪好了。嘿啊，我怎么踩不到？迷路苦啊，在三个树窗上休息。我现在才看到这个，我刚前面他前面可能有跳，我没注意到。我们已经收集到三分之三了，好哦。啊，干嘛啦？干嘛啦？哇！啊！哪里过来？硬要吃钱！啊啊啊啊啊啊啊！啊啊！哪里哪里哪里？有了，踩到什么东东？
阿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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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口气有了有了，阿哇哇过来了，还有一个热狗，好想吃一下。哦哦哦，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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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吓死我吓死我了！你知道我刚刚在跑的时候，我怕的东西其实严格来说不是被这石头砸死，我怕的是周围有什么隐藏的东西我没有看到，然后就变到会错过。好险没有错过，应该是没有错过啊。嘿。有个通风管，炸弹啊！你为什么打我？引涛，哦，下面有车，车可以吃哎。啊，上面嘞，这好像那个鹿角蕨，偷钻缝缝。好啦，先吃车车好了。呀，喂！哦，是车车。呜呜啊呜呜！等等等等，这个要够那个哎，八股。呜呜呜！哇，哎呀，我刚刚那个叫什么、啊？那个牛超帅的，完了因为我真的不太常玩那种赛车游戏，那个叫什么？甩尾，我想起来了。有没有藏东西呢？呀，这些建筑物都很硬哦。哇、哦哦，你怎么在这啊，大哥？我听到啊哇啊哇了。看到啊哇哇了，为什么这撞不过、啊？哎、欸，不是，掉下来就要重来一次哦，不要这样嘛！不让我过！哎、欸，为什么我冲刺啊？好了，有了有了有了。有啦，这个还是可以撞破，要用冲的。OK OK， 哇，我们血还是没满哎。有了，进来了。OK， 所以我们四只都救到了。哇、哦，这地图感觉也是不大的，所以大家难怪大家都会玩那么快，我真的玩太慢了。没关系，我就喜欢。喂，有没有在藏东西呢？喂，咚咚。就懂麻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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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点恐怖。我可以在旁边看着就好了吗？这个是什么情况？这下班车潮也不会这么拥挤成这样嘞，大哥，有点恐怖嘞。这出事了要找谁赔嘞？我怕嘞。哎呦，看不到了啦，两只太胖了啦。哎、哦，我可以走，可以走，可以走。尖峰时间过了。哎，不是，他尖峰时间真的过嘞，这跟我想的不太一样。哦，旁边有东西可以撞哎，牛蛋一颗。啊，我们是不是隐藏成就没解完啊？好难过、哦，该不会真的是跟我打掉的箱子有关吧？我还在想一开始的箱子。哦，后面还有路啦，我还以为这已经最后了。OK OK， 垃圾应该是清完了吗？啊，这里还有一个。啊？为什么它的特别高级？哦，因为是三只。啊哇啊哇！哎、欸，不对，后面是我们刚去的地方。我们真的有隐藏的没拿到，是什么？我还会跟你讲，安全行驶，没有从悬崖上掉落。不是，这个跟找的没有关系好吗？难怪我想说，我都已经看那么仔细了。如果我真的觉得那种找的东西，我要慢慢逛地图没有关系。但当你要我做一个动作达成某一个成就来说，就对我来说很机车了。哦，讨厌哎。好了，我来看一下，安全行驶，并未从悬崖中掉落，是不是？唉，好了，我们来试试看吧。黑刺球，下一个关卡。哎、欸，它这关卡好像就是那个预告片讲的那个关卡的场景。哇，它也是这样少一只哦，这真的不去不行哎。解锁了两个。
再次开始安全行驶，并未从悬崖上掉落。悬崖上掉落，它的意思应该就是我刚刚摔的那一下而已吧，就扣血的那一次。Speed run。哦，所以证明这里上面真的没东西。可恶，我想太多了吗？但是以马里奥系列来说，这还蛮正常的。哎，我发现真的不知道这钱可以干嘛。它其实这样子从玩关卡可以洗钱哎。哦，所以我们救过了以后，它就变成钱钱而已。所以这个钱其实算好赚吧，但是其实越好赚的钱，你到时候它后面跟真的要花费时，就要花的越多。所以纽带也可以重拿哎，可是不知道图案是不是一样。图案好，感觉好像我之前一直以为关卡是固定的图案，可是后来发现它好像是随机抽的，待我看就知道了。啊，关键来了，我们不能掉下去。Ow。就想说奇怪，他前面做了那么多保护措施，为什么就只有这里没有做任何保护措施？我的布鲁罗。我没有说不能被压扁的部分。哇哇哇哇！不要再掉一次哦。列车即将开往。啊，不对啦，我们那个阿哇阿哇是最后他才会给的。安全行驶并未掉落啊，我还真的就给他掉那么一下，讨厌哎，气死！哎，我现在发现这棵树上面有东西耶，亮亮的东西。所以这样子我们回来玩一下也是有个好处了，还多少还是有漏哎。哦，还有还有，哎、欸，它很奸诈，它要靠近它才会亮，哎，它刚在这个位置，它刚刚在这些位置是看不到的。我们来看一下那颗是什么东西，我们应该先把它吐出来，来去看看它是谁呢？是什么呢？树上会是什么东西呢？不是吧？我们该不会不能破坏掉刚刚的那些东西，我们才有办法上去吧？不、哦，我想看那棵树上是什么。虽然应该是钱了，有了，没了，有了哈密瓜。请问树长在哈密瓜上是正常的吗？哈密瓜应该不是长在树上的吧？应该没有哈密瓜树这种东西吧？这哈密瓜树也长得太奇怪了吧？哎、欸，吃的完全对我没有任何影响。你好歹送好一点的东西吧，真是的。哎、欸，我的车车变成帽子的形状。有了，拿到了狂野模式过关。对吼，我们是狂野，哎，这不一样哎，所以要洗扭蛋还可以这样子去洗耶。虽然我是没有要洗的意思啊，这个感觉我们破一破关卡，随便拿一拿就好了。它旁边还有个成衣耶，所以会拿到重复的意思喽。这该不会钱之后是拿来买不够的转蛋之类的吧？我们现在瓦都陆地有30个了，应该是还没办法解锁吧？啊，那我们今天再来把上一次这个给破了好了。我是觉得我应该 speed run 的部分应该可能都要等之后了，我们都先进去看看就好了。我是没有那个技巧可以一次过了。全岛商包三胞胎要干嘛？我连这个现在这个技能要干嘛都忘了。谁知道一开始要往下滚啊？哦，我然后出口在上面哦，我就说你一次过干政不可能好吗？首先我就没有充足的理解能力，而这个感觉应该是比较有机会拿到 speed run， 就是
那个第二次渡过了。哎、欸，还在挡路哎、欸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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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烂透了！过了。不是啊，我飞起来以后都降落好慢哦，不知道差了几秒，感觉它这个应该时间超短。30秒可以理解啦，这个30秒我觉得可以，它确实如果你知道位置以后可以很快的丢，这比那个刀的好操控一点。下一次吧，我们只是进去看看而已。叮叮叮，我想要回村庄看看有没有多一些新东西。嘿，要不要参观一下重建的设施啊？就人数不够哦，是重建个什么？我们只有29，为什么是29这么奇怪的数字？对，为什么是29这么奇怪的数字？哦，真的耶，第一关是9只，我就想说，我以为是每一关10只，所以这一关应该是10只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对啦，第一关是9只的关系，为什么啦？为什么你要用要就马就要马就是全部都十，偏偏一个29。好啦，我们下一集再来玩这一关，因为这样两个放一起真的太长了，但一个又比较短。不过现在应该也还好啦，反正就这样吧。我们就是每集慢慢玩一次一关这样子。这样看起来的话，我们应该是下一集解锁这个以后，应该就可以到这看起来很像很恐怖的地方。这真的还看起来应该像是预告片的那地方哎、欸，然后后面还有很多的样子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星之卡比完蛋，来看一下喵哈到底第几集才会把名字背起来。星之卡比探索发现就先到这里结束，谢谢大家收看，大家拜拜。